欢迎回来大中华新闻的现场，所以来看这菜农辛苦种菜，上届烦恼的就是蔬菜荷塘直接去，这掠塘哦，堵塘，除了喷农药以外，咁阁有其他的防治方法，何必格外利用这农夫，讲着来研究出利用栽种无同种类的蔬菜，达到自然防塘加方便掠塘的好方法，嘛来大大减少农药用量，就连收成量嘛来提悬袂少。好比月尾里月北路红线农夫栽种安全用药蔬菜，但虫害严重，为着防止害虫侵袭，伊家己研究出一套方法，就是利用栽种无同种类的蔬菜，达到自然掠虫防虫的效果。这棵田呐，总共种几粒菜，你中午啊来种两排菜心，暗时啊伊也啊拢歇伫这菜心，差不多一尺，啊伊歇菜心的尾溜。伊个叶仔下尾啊，啊暗时啊，我都甲甜甜个、甜甜个，个手顶咧起起甜甜，迄区都拢无虫。你种好就万减少农药个即个使用量吼，对啊，啊嘛就个效果。嘿，红山富林人栽种侪种蔬菜，芋仔甲豆仔着种做伙，边啊个茴香、白藤啊等等，拢有一套防治虫害原理。采收个蔬菜真侪拢分送予亲友，或者是老顾客预定，可以真有成就感。即嘛嘛有种高丽菜啊，有高丽菜，有芥头菜，有青花菜，有白花菜啊。哦，真正呀。嘿，拢安尼较侪。啊人有诶需要诶来加田诶买。你若头油啊吼，拢爱遵守哦，伊诶死啊，伊诶迄落哦，才会用采收。菜金、菜土、菜价贵的时阵，若拄到虫害，常常让农民损失惨重。红色农户这套种菜方式虽然不是有机，但是降低真济农药的用量，安全采收，会当提供需要的人参考。大中华新闻陈文清、何美采访报道。